二位表演得很精彩啊，尤其是这个李云天啊，就是这穿绿大褂的这个，这孩子哪儿都好，就是不听劝啊。我曾经跟他说不要再穿这个绿的了。自从王宝强出事儿以后啊，那个绿的还是少穿啊，比较轴。今天大家都来着了啊，今天我跟岳云鹏、孙越二位虽然是好朋友，但是他们也不是说所有的节目我都听过。啊，今天他们给大家带了一段连我都没听过的节目，叫《金龟铁甲》，掌声欢迎二位。好，这姑娘怎么了？这没事吧你哈？好，赶紧先回去，先回去。他们心脏，要不我直接躺着吧？我要不演完了的。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哈，那个，要不都回去吧，请注意安全，然后也不要打扰其他的朋友看节目，好吗？好，赶紧回去啊！来，回去吧，去吧。小孩还有很多小孩，小孩，行，你先出去吧，这一段你们听不了。实话。好，谢谢谢谢，亲爱的朋友们，谢谢，还有热心的朋友送来礼物，真的，那个还有吗？没有了哈，没有没有关系。再有就是份子了啊，我们不是那种财迷的人。对。我们不是吗？是是。刚才二位给您说了一段，叫李云天和史爱敦。史爱东。啊，史爱东。史爱东，不是敦。啊，二位下去休息一下。这场呢，又把我们哥俩换上来了。还是我们俩。说是哥俩，其实呢不对。不是。应该是娘儿，应该是爷儿俩，爷儿俩。你说清楚了，娘儿俩是爷儿俩。爷儿俩，爷儿俩。并不是有奶就是娘，不是，不是，有奶也可能是奶奶，她比我要高一辈，好好的。按说呢，我应该喊的叫施猪，对，不就是呢，我没有喊过。哎呀，您别胡说八道啊！什么叫施猪啊？您比我师傅岁数小，施猪施猪的吗？那我要比你师傅岁数大呢。施大爷，于老师就是我施大爷。合着我这短一字多两条腿。您说，你看什么看呢？这看。你说错了，知道吗？那应该是比你师父岁数小，那叫师叔。哎，没有听到，没有听到。那儿都答应，都听见了，你没听见？想占个便宜也占不成，真有意思。我缺德的玩意儿啊！那个比我要高一辈，但是我们兄弟相称。哎，这倒是。平时都是兄弟相称，他对我特别的好。是啊，真是的，没事就买点东西上我们家瞧我去。他不是本地人，买个冰箱啊、彩电呐、啊、洗衣机啊，就上我们家看我去。我串门的瞧你买冰箱、彩电、洗衣机，你喜欢这个吗？不是，我喜欢没有送这个的，就喜欢家电啊。我送家电这玩意儿，礼尚往来，我也得看你去啊。他得还给我，对对对，买个冰棍我瞧他去了，知道吗？您买个冰棍瞧我还缩着去的呀？你不就买个棍瞧我去了吗？这个棍它也比较冰嘛。你给我玩去你，上面全是你哈喇子，还冰什么冰啊？那个。经常上他们家去，你好好瞧瞧我，你得。这不前些日子吗？我是上那个西单去旅游。西单什么？西单去旅游。西单就叫旅游了。玩儿。那西单逛街呀、啊。逛街，一提逛街，我心里就开心。怎么开心？因为这些年呀、就是稍微的赚了点钱。哎呦，赚了点钱。哦，赚钱。可是再有钱，朋友们，他也有吃完了花完了的时候。这倒是，对不对？嗯，他们家有一件吃不完花不完的宝贝，印钞机。
你们家有印钞机呀？我听你的意思是这意思？不是，吃不完花不完什么呀？聚宝盆。天哪，您怎么还迷信这？你别使相声了，行了，都快僵了这脸。不是，你怎么还迷信这个呢？谁迷信了？那过去那神话里才有那聚宝盆，这现在生活里有，就是拿那个铜铸那么一小鼎，里边搁点那个假的什么金银元宝啊，聚宝盆。没有假的，就那个骗的。那这你们家的聚宝盆你没见过？我没见过。跟我装，跟我演，我演跟我表演。我没见过，我哪见过呀？真的？没有啊，我哪是？真的没有见过吗？没有啊，我见过。哦，你见？你等会儿吧，我们家的聚宝盆我都没见过，你见过？我见过。你怎么能见着呢？上次我路过你们家，我抬头一看，孙宅。哦，孙哎，这不孙宅吗？这个孙宅，我无论如何我抽你！我干什么？干什么？总是抽来抽去的。废话。你站这骂什么街呀？站这谁骂街了？你当我听不出来呢？大舌头骂孙子骂不清楚，就孙宅孙宅。谁了？谁骂街了？就你，骂我三遍的还。孙府，行了吗？哎，对对，孙府。路过他们家，嗯，我得进去瞧瞧吧。瞧瞧吧。啪啪啪一打门，嗯，又打里边出来一人，多新鲜呢！我一看刘大爷。哦，刘大爷。我说刘大爷，你好啊，大爷。你等会儿吧。老孙家，嗯，开门出来刘大爷，这什么是什么词儿的？你想多了。怎么了？刘大爷上你们家呀串门去了。哦，老街坊刘大爷。正好他给开的门，这很正常。哦，你说清楚了。我说刘大爷，嗯，你好啊，嗯，你是？我嗨，我这快递。哪快递长这么寒碜？你跟我斗什么闷子？嗯，你谁？谁啊？我是小月。岳云鹏明星，啊，有自己说的吗？你废话，没人说可不自己说吗？那不要脸呢！岳云鹏，嗯，哦嗨，小月呀，嗯，怎么了？有事啊？有事儿。我说那个孙月在家吗？啊，找我的。谁？谁？这是我们家吗？这个孙月，哦嗨，孙月呀，出去了，出去了啊！你走吧。怎么就给轰出去了呢？这就轰我走。怎么替我们家逐客呀？就是这不合适啊。对呀、啊，我说嗨，孙月没在家没关系，嗯，我瞧瞧我孙大爷，啊，瞧我父亲好不好？嗯，不是你瞧他，要是他有什么好瞧的，你回去吧。这刘大爷拦这干嘛呀？就是、我说那不行，您越这样、嗯、我得进去瞧瞧，万一里边有点什么事呢，对不对？你憋着有什么事儿还？我就进去了，进去一瞧啊、嗯，他父亲正在屋里穿裤子呢。别我叭叭着。我想说，哎，不，哎，你别挡了，先等会儿。我都脸红，你先等会儿。刘大爷上我们家串门去，对，敲门嘛，刘大爷去开的门，嗯，一进屋我爸爸正穿裤子呢，嗯，可能是有事儿吧，有什么事儿？怎么还穿裤子干嘛呢？这俩人，我也纳闷，怎么还穿裤子呢？大白天的，嗯，后来我一看，我明白了，明白什么呀？这俩人呢，下棋呢，你下棋你脱什么裤子呀？你玩的比较刺激，就是谁。输了谁脱一件俩半的老头子下棋带脱衣裳的，这有什么可玩的？这个玩吗？好玩啊！真行，这俩人好玩啊！我一看他父亲剩一军长啊，刘大爷剩一司令，军旗呀、啊，玩军旗脱衣裳啊！好的嘞，这俩老头子正穿裤子呢，我说、嗯、呵。大爷，白内裤，那个大爷，说这干嘛？你好啊，啊，你谁啊？没认出来。我小月啊，岳云鹏啊。认识了，明星。不说这句还好点。别他妈跟我这臭不要脸。嗯，别像我爸爸说话。什么明星？嗯，不就岳云鹏吗？怎么了？有什么事儿？孙月没在家，你走吧。干嘛都着急催你走呢？我都纳闷了。说的是啊，我说嗨，我不走。你可能是碍事儿我不走。嗯。哎，我突然间想起来了。啊、嗯。我听说你们家有一聚宝盆。是。此情此景，我得问一问。问我父亲。我说大爷，听说您这儿有一聚宝盆。嗯。您让我开开眼呗。
话音刚落啊，再看他父亲怎么样，脸儿唰掉地上了，给我吓坏了。我爸爸还会变脸呢，怎么脸还掉地上了？就脸儿唰变了，掉地上了。脸怎么能变掉地？就变脸了，脸变色了，变色了，嗯，变绿了。你爸爸王八精。我说你爸爸王八精了吗？什么叫变绿了呀？当时就绿了。当时就绿，没听说过。当时那脸就气紫了，气死了。哎，您让我瞧瞧，嗯，看看眼。你瞧你什么模样？我年轻，我没有见过。啊，小子，这也就是你啊？换别人都不行。甭换别人，我都不行。哼，那什么，嗯，老刘，你先回去吧。啊，好吧，反正今天挺刺激。你等会儿。咱们改天，您等会儿，甭改天了。改天，咱今儿先说清楚了。玩耍？玩什么耍？咱今儿先说清楚了吧。俩老头玩什么玩？还挺刺激，还下棋呀？那下棋有刺激形容的吗？你玩的挺开心。行，老刘，你先回去吧。嗯、啊，今天玩的挺开心，还他妈不如刺激呢。那我说刺激吧。不，您就别形容了啊、嗯！有开心，有刺激啊、嗯！全得着了、嗯。再看老刘，是一脸的委屈。哟，今儿吃亏了是怎么着？怎么？你看，行吧。啊、嗯，那我先走了。走吧。老刘就走了。是。说着话，他父亲把我领到一个密室。密室？什么叫密室？您说。全是密。全是女的。你想什么呢？不全是蜜吗？一屋子蜜。我爸爸掉马蜂窝里了。我说你爸爸掉马蜂窝里了。那一屋子蜜是秘密的空间、啊、这就是门锁着呢。废话，密室得有一个锁在那搁着、啊、他父亲从兜里掏出10000多把钥匙来。多少把钥匙？10000多把。10000多把钥匙、嗯、那老头那裤子是脱的吗？老头站起来没跟上吧？10000多把钥匙，那100多斤的呢？坏了！哎呀，老头岁数大了，是啊，忘记哪把钥匙开这把锁了。哎呦，那这怎么办？他父亲很聪明，老头有主意，挨个试。哎，这什么主意？这叫怎么那么寸啊？最后一把就是这。嘿，你打那头试不好吗？门开开了，真行，天都亮了。好，开一宿，开了一宿啊。中间刘大爷来了3次。老头怎么了？这是，总算是开开了，进去吧。啊，进去我一瞧，我比较失望。怎么失望啊？屋里头只有一张桌子，一个大铁锅。啊、大铁锅？哪有聚宝盆？老头开玩笑呢。我说大爷，您跟我开玩笑了。逗你呢。啊？您跟我说这不合适了。嗯。哪有聚宝盆？你是不是傻？你见过什么？那个大铁锅就是聚宝盆。那锅？怎么证明它是聚宝盆呢？对呀、啊。说了话，他父亲把手上这个扳指。撸下来了，就翡翠那扳指放进这个大铁锅里啊，拿出来放到桌子上，再看这个大铁锅怎么样，还有一个扳指，这就变出一个来，拿出了一个还有一个，拿出了一个还有一个，等多的说不要了，把这个锅扣过来，再翻过来一瞧，空锅一个，满满一桌子扳指，什么神奇？这是宝贝啊，这当然了，说大年三十包饺子包一个就够了，多省事儿啊！你去死吧你！包俩是吗？总算是开了眼了。大爷，这别的也能变吗？对，别的能变，什么都行吗？啊，当然可以了。说着话，他父亲从兜里掏出100块钱来。100块钱。人民币，废话，红色的票，哎呦呦呦，毛主席，哎呦，放进去，是，拿出来放到桌子上，再看这口锅，怎么样？还有一张，这就是印钞机呀、啊！拿出来一张，还有一张，拿出来一张，还有一张，这挣钱了。我一看，这个钱花不了，怎么花不了呢？号一样，嗯、哎，你也傻，别借一个小卖部花呀。那倒是，嗯。那倒是，你这玩意儿这都真的呀。等多的时候不要了，把这个锅扣过来，再翻过来一瞧，空锅一个。这是宝贝啊！开了眼了。好家伙！大爷真棒，真棒！这是我这辈子啊，见过最好的一件东西。这太好
得了，天都亮了啊，刘大爷门口等着呢。这老头干嘛呀？怎么老有他呢？我跟你说，我先撤了啊。得嘞，走走走走走。你别啊，吃完早饭呢？啊，吃早饭，我不吃了，我走了。那行吧，我送送你。送，哎，您怎么能送我呢？没有上岁数送的啊。您这么大岁数送我，传出去不好听。这不好听啊。那不行，我得送送你。不能送。对我来说你是稀客。哎，不不，什么稀客？我走了，你别送我。别让他送。我必须要送送你。别，这么大脾气，我比你轴啊。干嘛？不许送。不许送。我必须送你，我比你还轴。我送你，你给我回去。哎呦，我必须送你，你给我回去你。干嘛呀？你推坏了。你推他干嘛呀？老头紧退两步啊。坐锅里了。哎哎呦，他那么大岁数得摔坏了，给我吓一跳啊。对，那个尾骨的摔坏了，这摔着怎么办呢？你搀起来，你搀起来。大爷大爷大爷，起来。什么人呢？说了不让您送我，您非得送我，这么大脾气真是的，没轻没重的。这孩子我告诉你，你摔坏锅里还有一个。哎，走，不是这也能变呢？大爷起来起来。不是，行了，你赶快扣。对不起，没摔着您吗？赶快扣。单单吐单单吐。就啊，还有一个。哎，走，大爷，大爷，二位大爷这边挪挪。哎，还挪挪？还不大会儿功夫，等会儿吧，弄一屋子这个。这哪个？你说让你妈也着急，怎么呢？留哪个不留哪个呀？我都送你们家去。我后来我想出一好主意。什么主意？把你妈推锅里。对了，把你妈推锅里，这叫什么速配？有限，一出来俩人就能过日子。玩去，就不是好人，我告诉你，我听着就不对。咱们家打岔，你看了吗？什么人？我说没这宝贝呢，开心了，说我们家好玩。什么人性就这人？我告诉你，你是捧哏的吗？凭什么呀？捧哏的你得付出啊。我凭什么？我付出什么呀？我付出什么？我你着急生气了？废话，你还生气了？你挣着这份钱呢，知道吗？我挣的变爸爸的钱。我人家于谦祖宗十八代都死光了，人家说什么了？你还不愿意？于谦祖宗十八代死光了，那是真的呀，对不对？人家死光了，你这越来越多不好吗？凭什么呀？这玩意儿有越来越多的吗？这个啊，你甭拿这开玩笑啊。我错了，怎么了？我错了，你再杵瞎了我，你再，你给我瞪眼，我错了，你这是就这么尿性，尿脸上呢？我还以为什么？干嘛甭说这个知道吗？聚宝盆真正是什么呀？这都是骗人。有一个盆里边放点珍珠啊、玛瑙啊，越落越高。聚宝盆，这就吉祥话。没有这个事儿，没有，这是瞎说。胡说，他们家确实有钱啊，把钱都给他了。我承受，对不对？对。为什么都给他了呢？为什么？他这辈人特别少。哦，我这辈人没错吧？哎，这他知道。但是他爸爸多。你爸爸多？你屋子爸爸你？总生气。废话，你才爸爸多呢。总生气。我说你爸爸对你乐意啊？不是，你父亲这辈人多，我说错了吗？您说这辈人了吗？咱算一算啊。您算算，你父辈啊？我父辈的。你有一个大爷。对，我有一大爷。对吧？你看啊，你大爷。我大爷。对吧？你看啊，你大爷，你大爷，你大爷。各位您听听，有骂街的嫌疑，听见没有？我告诉你，没有嫌疑。纯骂街呢？废话，我还抽你呢！我想，你骂什么街站这儿？你大爷，你大爷，三遍了，知道吗？你大爷，别扭听。你有一个大爷，嗯，你有一个三叔，对，你有一个二大爷，没错，老哥仨到他这儿就他自己。哎，不，这叫什么呀？你等会儿，您等会儿，我有一大爷，对，我有一三叔，对，我还二大爷，对，这里没我爸爸呀。不能，我爸爸哪儿去了？我爸这里没有我爸爸呀。你爸爸没了你还挺开心？我爸爸哪儿？谁开心了？你开心的吗？你给算没了知道吗？我爸爸哪儿去了？你我是开心吗？您这怎么算的？这都你大爷，你三叔，你二大爷，哪是我爸爸？你说我明白了。您明白了？你管你父亲叫二大爷。哦，我管我父亲叫二大爷。你管你爸爸叫四舅母？干嘛还得四舅母？废话，有这么论的吗？你说我爸爸行二，你父亲行二，对了，对不对？哎，你看啊，嗯，你大爷是
没儿没女，哎，对对对，对不对？嗯，你三叔，嗯，不孕不育，等会儿，他父亲，您等会儿，您等会儿，等会儿，就他自己，您等会儿，等会儿，我三叔怎么着？不孕不育，啊，一人都行合着，啊，啊，我三叔顶多自己是那个不育呀、啊，那谁不孕？哦，我明白了，你三叔跟你大娘不孕不育，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吧，我们家也太乱了，我们家。您要不会说您问问我，我给您捋一捋啊。你捋他干什么？废话，不捋我们家这一屋子瞎扒着玩意儿像话吗？您听着啊，就是我大爷跟我大娘是不孕不育，对吧？听着还挺刺激。嗯，我们家也够人精稀少的，我告诉你。我父亲呢就我啊，完了我三叔呢是一辈子孤老头子，没人没女，老光棍，老光棍，他自己吗？哎，对，对不对？老光棍，到他父亲这儿就他自己，嗯、就我，这叫什么呀？怎么着？千顷地一棵苗，一子三门不绝，所有钱都给他了。那是，给大爷让一下，大爷，慢点啊，大爷上厕所啊。大爷怎么一人来的？哟，长得像刘大爷，我看你等会儿。你给我歇会儿啊！哟，大爷拄着拐棍，慢点啊！您慢着啊！上厕所啊？就没人陪陪吗？真是的，哎呦！对，大娘，大娘也来，这是你大爷大娘吗？要没有这个大娘跟着，就我三叔了吧？大娘还招手，赶紧大娘，你快去吧！一会儿尿裤子了，赶紧的。不这么客气，甭客气啊。不是俩人上一个厕所也不合适吧？哦，你管着管不着你。那我就不管了。好。哎，快点，快点，快点。哎，成功啊！嗯，咱就好好算啊。就我三叔孤老头子啊。想什么呢？我等他回来呢。不用，不用。人家要回家了呢，人家，你还等他一辈子你？哦，不用，不用，好好，慢点，大爷啊。你说我们家他三叔不孕不育，怎么着吗？不是这，我三叔就是孤老头子一。啊，对对，他父亲千顷地一棵苗，对，就他自己，格外的疼爱他。疼我？对，他疼他。我这么跟你说啊，啊，他小时候怎么样？生下来17斤，顺产。那个，我跟我妈见着面了吗？废话。17斤。好家伙，这小牛犊子，这是没听说过。嗯，18斤，没往上涨，像话吗？我以为我说少了呢。没有，这8斤就完了。8斤啊，八斤是顺产，顺产。哎，八斤顺产。他呀，我这么跟你说，他小时候，哎呀，娇气。哎呦呵，呦呵，娇气。哎呦，就你这，他生下来17斤，你想奶不够吃？8斤，八斤，奶不够吃，这都不够吃了。不够，哦，不够。为了他。请了四个奶妈，四个奶妈带着奶来的啊，各位。废话，不带着奶来那是给我请的吗？这都什么话？奶妈不得带着奶来吗？你就别比划了，我比划还行啊。废话，你这一比划像真的，你这个。你从来那套你。奶妈可不得带着奶来吗？你这个用户，用户把这段给掐了啊！没法播这个，知道吗？行，都带着奶来的。你这别比划了，知道吗？又请了一个验奶师。这验奶师是干嘛的？他得看啊。那干嘛还请人呢？谁来？我三叔来啊。孤老头子一人。你看这个臭流氓的样子，你看看。以后我还能说呢，我三婶就是我奶妈。你还挺像你三叔。我是谁像的？对呀，干嘛呀？这个验奶师早上起来有事儿干啊，早上起有事儿干。那当然了，早上起来啊，四个奶妈一人发一个欧。你等会儿，什么叫欧啊？喝酒那个欧吗？九州还九欧了还？我河南人，我们那都管它叫欧。你说北京话。好，九州，九州，一人发一九州啊，四个奶妈，哎，就挤下来。挤到酒盅里面，您比划这有点夸张了，你知道吗？这是四个奶牛，这是四个奶妈。你甭比划我啊！
您别那么夸张了，看着那么别扭。互相挤吧，哎，挤下来，他就是奶牛啊这。然后就看，就把那奶挤在这个瓯里头啊，就酒盅，哎，酒盅里头，验奶师来了，验奶师瞧，呵，好看，哎呀，哪个好看？那个酒盅是青花瓷的。哎呀，说清楚了啊，哎呀，我喜欢这段。然后呢，搁太阳底下晒，知道吗？晒完了以后一看，呵，上面一层油皮，这不能喝。为什么呀？毒奶。有油皮的毒奶、啊、毒奶，哎、哦、里边是黑点，不能喝。这珍珠奶茶这是里边有黑点吗？刘尔英不愿意了。我说人家了吧。我你说奶茶好，不能喝。 这怎么能喝？毒奶。这也不是哪个不是毒奶了、特别轻不行。怎么呢？毒奶，你知道吗？啊，对，泼到墙上流到地上，这不能喝。怎么不能喝啊？因为收不回来了。您的意思说就这一杯好奶还泼了？一看能够流到地上就是挂墙，知道吗？啊，能够挂墙。怎么样？好奶，白油漆那是。好奶后来改成伊利了，知道吗？没听说过。四号奶妈还编上号了，还那多新鲜，那多新鲜。四号奶源，哎，四号奶妈捧着奶找你去了，还捧着奶，哎，哦、就新鲜、啊、就喂你啊，喂我，喂你啊、嗯，喂完了以后再挤出来，你爸挨个送，什么？挨家挨户送，我们家还拿着创汇呢，你爸在送奶的呢，特别的疼爱他，真的，啊，对，请奶妈的疼我，那是，这有什么可疼的？跟您说啊、嗯，怀他就不容易，那是我妈不容易那是。怀他之前他母亲做了一个梦、啊、还做梦了，梦见南天门开了，天上打里边出了一牛，牛牛驮着一个老太太，老太太穿着唱戏的衣服，老太太怀里抱一小孩，小孩脖子上有一把锁，上写四个大字，上长命半岁。哦，半岁啊，那送出来就死了吧，那不百岁，长命百岁、哎、老太太身后头站着一男一女，一个人手里拿一大梭了蜜，梭了蜜，大梭了蜜，老太太把这孩子递给你母亲，你母亲接过来扑哧一乐醒了，您转个天来跟你父亲沟通。您想您等等，您别胡说八道了啊！我听说的呀。您听说，您问问我，我给您讲讲，这像话吗？这都有，您回来了。得亏家里乱那段您没听见，大家赶紧坐好啊！正说那四号呢，最近往里坐，对。哎呦，慢点，慢点，大爷。慢着，慢着，慢着，哎。好好，好，好好好好。哎，好了，大爷大妈怎么没坐一块儿啊？你差这么远，这是干嘛？这是？不管了啊。哎哎哎哎，再见再见。好，念完了啊。好，那个，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啊。您刚才说这一大套啊，南天门开了，对不对？南天门开是对的，但里边出了一牛。什么叫牛啊？不是吗？那出了一个叫麒麟，出了郭麒麟。就玩去。郭麒麟像话吗？那麒麟神兽，神兽麒麟。哎啊，驮着一个老太太，那叫送子娘娘。老太太穿着衣服，唱戏的衣服。凤冠霞帔，怀里抱一小孩，那小孩就是我，就是你，对，长命半岁，百岁，长命百岁，哎，后边一男一女是金童玉女，对，一人手里拿一大梭了蜜，还大梭了蜜，哎，那叫龙凤扇，还梭了蜜了，还举俩棒棒糖不好吗？什么都不懂。把这孩子送到我妈那儿，这叫麒麟送子。麒麟送子，哎，你母亲接过来，扑哧一乐醒了。对，转过天来跟你父亲一沟通，你父亲也做了一个同样的梦，梦梦相同，梦梦相同。哎，你猜怎么着？怎么着？不到一个月啊，你父亲怀孕了。我爸爸怀，等会儿，送错了，送错了，就这么神奇。你等会儿，送错了，知道吗？送给谁了？我爸怀孕了，我妈呀。你妈怀孕了？哎，这事跟你爸没有关系啊。有有。太有关系了！你说嘛，你说的嘛，有关系呀、啊！这什么关系？怎么了？就是我爸得跟我妈配合好，
说的这么生动吗？废话。好，在你父亲大力配合之下，你就别加这词儿了，就。你母亲怀孕了。嗯，对对对。按说十月怀胎，一朝分娩，都那样。她十个月没有生出来。十个月我没出来。来，十七斤，你想想。不是八斤，我是长到十七斤才出来的，是吗？那可不是吗？哦，十个月没出来。哎，人说了，过月的孩子贵如金。对呀、啊，他十二个月都没有生出来，一年了。有人说秦始皇十三个月才生出来，对、啊、他十四个月都没有生出来。我听，我比秦始皇都在。一直到十七个月，他父亲着急了、啊，这怎么办？对，这怎么办？你怎么肚皮上写的呢？写什么了？保质期十八个月，过期不能要了。我妈是罐头啊，我妈是。怎么办？怎么办？别胡说，知道吗？老刘，你说怎么办？老刘，你说怎么还有老刘呢？怎么那时候就有老刘啊？老邻居嘛，老邻居啊，这是老邻居吗？这个老刘也说了，你说怎么办？怎么办？老刘这里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就不喜欢他。您等会儿，这什么话？这叫老刘说的呀。我爸妈是老刘掺和什么呀？老邻居吗？老邻居说这干嘛呀？行了。讨厌这老刘，请中医，请中医，请了四个中医，在你母亲身上摸索半天，哎呀，这四个流氓啊，这是！你不要说的这么生动，那就是流氓的意思，没有好处，所以然来。是你都没摸脉上都。号脉吗？又请了一个九十多岁老中医，九十多岁开始号脉，号脉。哦，老中医穿着脚气呢，是怎么的？哎，摸哪儿呢？嗯，往上摸着呢。哎，号出来了啊！跟你父亲沟通是。哎呀，恭喜呀，先生，贺喜先生。哦，恭喜您的夫人呢？怀孕了。就用你告诉我们呀？都十七个月了。你废什么话？他都十七个月了，为什么没有出生？对呀、啊。哦，这个意思。稍等，稍等。这没好出来，哥的。哎呦，先生。嗯、恭喜先生，贺喜先生，您的夫人给您怀的是一位令郎。令郎，你父亲一听，怎么着？狼啊，白眼的四眼的，我怕怕。什么呀？白眼狼像话吗？令郎公子大少爷，令郎公子大少爷。对了，他是一个男孩，男孩。可是我们不能报喜不报忧。忧，我们保大人保不了孩子。哎呦，保孩子保不了大人。哎呀，母子可不能双全。您说怎么办？你还这事？你父亲一听，哎呀，怎么着啊？母子不能双全。对呀、啊，我都不要了，我都。老刘，你这玩意儿，老刘什么我？这干嘛呢？谋害自己媳妇呢？是怎么着？这个？什么叫都不要了？怎么还有老刘这里头？那怎么着？都得要啊、哦！都得要。老刘不要了。好家伙！好。都得要，我都得要。老刘，你我出去。好，都得要没有关系，您得多花钱。多花钱，花了多少钱呢？嗯，搁现在的话来说啊，人民币得有四十多万。又娶一个是怎么着？什么叫又娶一个？四十多万干嘛呀？其中有一位最贵的药材。药材。铁甲将军一对。防盗门。给我妈关起来是吧？老刘的主意吧。弄死你就得了。铁甲将军是什么呀？我没明白。铁甲将军呢，就是文言文，就是屎个浪。这文言文干嘛呀？那屎个浪有什么用啊？不好弄啊。哪儿那么贵？我还不找一垃圾场一灌水就出来了。你说的是普通的屎个浪？我那你说的呢？印度屎个浪。怎么还得印度屎个浪啊？好东西分产地呀、啊。是吗？橘红化州橘红，红花西藏藏红花，阿胶山东东阿阿胶。啊，屎个浪就得印度屎个浪。不是，这印度屎个浪好在哪儿啊？离赤道近，嗯，耐热，搁肚子里呀、啊、死不了。哦，搁肚子。屎个浪啊，活着吃啊，搁肚子里死不了啊，这叫什么药材？这叫赶紧打发人去印度买屎个浪，还得买，三天就来了。怎么这么快、啊？顺丰。哎，对，好，这里有广告嫌疑，这个就来了。一瞧，一官老爷，一官娘娘，一公一母，一公一母。对了，老中医亲自看着你母亲吃药，啊、这会儿缺半个腿少半个爪完这钱可就白花了，整个吞。老中医亲自看着你母亲吃药，哎呀，屎个浪下去不到十分钟，您是咕咕坠地，平安降生。怎么这么灵呢？没个不灵啊！怎么的？屎个浪下去啊，推着你就出来了，你才分球呢。
今天是越来越好晚会啊，大家都冲着两位演员来的，一位叫二位是我亲生的朋友啊，大家都特别喜欢他们，我也很喜欢他们。那么掌声欢迎二位为大家表演传统相声《汾河湾》。有点赈灾现场的意思。我不是不抱你，我弯不下腰着。生怕别人抢你的是怎么着的？哎呦，哎呀！也这么大角了，你知道吗？谢谢，谢谢。你上来，吓唬他呢。人家人多，你别吓唬着人家嘛。谢谢。我不下去，我不下去。你们要干什么？你别这样，我。不是，我刚红，不得闹点绯闻吗？就红一下挺难的，你是要包我吗，还是怎么样？你看那个疯了，那都癫痫了，我包你。太瘦，我不喜欢。你看这个胖，这款式。你给我坐那儿好不好？肥了瘦了还都不行了，你看。我坐那儿。你俩挺配的，我觉得。哎，用你操这心。哎呀，谢谢，感谢各位啊。嗯，今天是一个好日子。对，8月15，中秋，又叫中秋节。嗯，是一个赏月的日子。对了，没有想到这么多人来赏月啊，我很开心。你们赏我吧，好不好？好好赏我啊。嗯，拿钱往台上扔，砸死我，好不好？就这么赏啊。我姓月，他叫月。对，今天是8月15，我觉得特别的吻合。是吗？特别的开心。大伙儿别闹啊，别闹啊。大伙儿今天来听相声，我想问问大家，就真的没有家吗？还是怎么？这叫什么话？这叫8月15应该是在家的日子呀，怎么就上这儿来了？哎，这合家出来欢乐是一样的。哦，大家一起来。对了，就有没有带着家人来的举手我看看。啊，哦，全是家达子啊。就这么点啊？有没有被家人带来的我看看。哇，没几个啊，看来是真的没有家啊。挺好挺好，这是我今年啊，第一次在北展做这个商演。今年第一次，也是第一次在北京做商演。对了，其实我们常年在北京演出，但是北展呢，原来我经常跟我师父在一起。对，就来这儿演出。后来呢，我很少来这儿了。嗯，因为我师父也不带我了。不带我们玩了。啊，不带我们玩了。他说你自己单干一摊吧。
然后我们俩就单独出来挣钱，就单独出来演出。我觉得就是钱交给德云社啊，说清楚了啊，单独出来演出、嗯、朋友们都喜欢相声，对我们很开心，我们也在努力嗯，把好相声奉献给大家。没错，今年年初的时候呢，我们参加了一个节目叫欢乐喜剧人、嗯、对，我不知道大伙儿有没有看，也没有什么取得好成绩啊，就只是不能有比这个再好的成绩了。不，不好，不好，不、哦、朋友们总说哎呀冠军冠军冠军、嗯、总是说这个，我心里我真的特别的开心，真的。您这都什么表达方式，这是开心呢，合着开心，挺开心、哦、啊，一直在努力坚持着相声啊、朋友们朋友们喜欢，我们台底下努力嗯，更好的节目回馈给大家。那是啊，欢乐喜剧人结束之后，我又去拍了一个电影。哦，拍电影去了，去印度拍了一个电影。哎呦呦、哎、呦！啊，然后挺好的，挺好的。然后后来又拍了一个电影，一直忙到现在。哦、是，啊，挺开心的，挺开心。哎，对你对电影怎么样？有了解吗？电影还行吧，有点了解吧。有知道、嗯？喜欢看吗？看倒是喜欢看。好好，嗯，了不起的演员，我知道他。嗯、我知道他，他从北京动物园就是翻墙过来的，你知道吗？我算逃龙的，我算。那可不是吗？你在你隔壁养大象不是吗？这多少年前了都。现在不养了。啊、不养了、啊、大象没了还是、啊、什么叫没了？讲话吧。现在不养了。哎，辞职不干了。真好，真好、嗯。养大象也能喜欢电影，真不错。这有什么关系？这俩事儿。真不错。哎，话剧你了解吗？话剧喜欢吗？话剧喜欢呢、嗯。北京的人艺啊，我们有那个年票都。买的真的 啊有我们就看，包括现在有什么麻花那个喜剧那个我们都看。真好，懂得还挺多 啊不能说懂，喜欢看。啊，戏曲你了解吗？戏曲更了解了。这了解北京的京剧啊，这是那没法聊，京剧院都是朋友好多呢。也知道 啊知道知道。哎，鬼故事你会讲吗？你们这位到底聊什么？鬼故事也了解了解啊，这也是的，有书，爱看的书。那煎饼你会不会摊呢？不是孙子，你要聊什么呀？骂什么街呀、啊？我早该骂你了，我不是问这么些，你聊什么呀？打算就是你会什么，咱聊什么吗？这不是，这不我都会，你挑一个呀。你都会，谁让你都会的？是不是？合着你都不会啊？我当然会了。那你会，你挑你最好，咱聊着天儿啊。我最棒的，嗯，戏曲。哟，你说这，我还没不信呢，你们先不信了。戏曲，不是别着急啊，别着急啊，节目是有顺序的，你知道吗？一上来有关之歌就唱了，不到十分钟，好，你们都走光了，我受凉了。我这相声还没这歌好听呢，我就指这歌扣着你们呢，知道吗？不是，您甭说这个，您戏曲、京剧啊？对啊，京剧不行，京剧不行。那什么行？我听听。什么行？河北梆子。河北梆子。对。哎，不行了吗？不是，我哪句话说不行了？我不会，不懂了吧？我没说不懂，不是。您是河北梆子这个戏迷。什么戏迷专业？不是，您是河北梆子演员？哎，不好不好，怎么呢？演员这个词太神圣了，哦，太伟大了，这个词我不敢当。哦，演员这个词嘛，你不敢当？不敢当。那您是艺术家？谢谢啊，谢谢。有一个夸你的吗？都是在夸我的。谁夸你了？咦，你夸我？不是，你怎么你就艺术家了？艺术家啊。不是，咱就不说别的，就20岁30岁左右有几个艺术家？你艺术家了？谁20岁30岁左右？那过去那唱戏的都得60、70，那叫艺术家。你知道我多大岁数？你跟我说这个。你多大岁？你顶多30。你谁呀？你瞧你这模样。我模样是嫩啊，是嫩了一些。您再说一遍这词儿，什么嫩？你打乱顺序，但是我喜欢啊。
安静安静安静。嫩，嫩，啊啊，嫩嫩，还这嘴还唱戏呢，我就纳了闷。我今年84岁了。什么？嗯，你84了？怎么着？你要咬我呀？是怎么着？我天，你都84，你73怎么过来的？就使劲那么一迈，哎呦，太太，耗子精，你看了吗？我就迈过来了。不，您都84，第二个坎儿了。你老提这坎儿干什么？废话，这84跟家待着吧，你这边。我一正本我就熬过来了。还一正本？84岁老艺术家，河北梆子。您这够年轻的呀、啊。当然了，面膜，哎呦呵，什么面膜？面膜撑着，面膜撑着呢。还面膜撑着。哦，就老艺术家了，哎，哦，那您都在哪儿唱啊？我听听。山东啊。哪儿？山东啊。您啊，您自己琢磨琢磨，这话对吗？怎么了？您一唱河北梆子的，你在山东唱，你看什么都不懂。那没在山东，我们那是个大剧院。什么？山东什么？啊？您把那个嘴啊张开了，您说清楚了，大什么院？大剧院。剧院机具剧院是吗？对，大剧院，不是别的吧？山东枣庄，河北梆子豫剧团。哦，河北。您这团到底指着什么活着呀？什么都唱。哦，什么都唱。什么都有，我主要是河北梆子。哟，您河北梆子的？哎。哦，那您这河北梆子，您是唱哪工的呀？什么都不懂，没法跟你聊，真是的。还唱哪工？唱戏不分工模。怎么聊天？谁说工模了？就是您唱什么行当？旦角，就是女了女去的，淡了淡气的啊。我这人长得就比较淡。那是那是那是，您属于淡成精啊。这玩意儿，我说84不长胡子呢，你说。刮了。哦，是吗？激烈风速3刮了。哦，啊，折回来了。哦，唱旦角的。哎，说完美了是怎么了？这个刮了，年轻。不是不是，哎，那您今儿跑我们这儿干嘛来？我跟你们这些个臭说相声的在一起。你再说一遍。跟你们这些个相声演员在一起聊一聊天，你们在台上偶尔也会涉及到戏曲，对不对？哎，对对，有有有。聊一聊戏曲艺术啊。聊一聊鬼故事啊。哎，别什么老有鬼故事呢。哎，这么着啊，咱也甭聊，您都84了啊，说句不好听话，唱一天少一天，确实不好听。哎，是是是，您好不容易今儿大中秋的，您在这给我们来一出怎么样？在这儿啊。啊，唱两句。在这儿来一出。来两嗓子。来不了来不了。怎么来不了？跟我别起哄啊，各位，您买的是相声的票啊。不是怎么来不了？不是怎么来不了？就我记这个儿怎么唱啊？不是退票啊？退去啊，去退去啊，买卖又不是我的。票房早就下班了。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这都像84的人吗？你看，不是，你等会儿，你那说84也能不要脸呀？怎么了？那就一辈子不要脸，那叫。不是，你等会儿，不是，你在那说您怎么来不了？就我记这个儿，知道吗？没法唱。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您打算怎么梗儿？什么叫怎么梗儿啊？就我自己怎么唱啊？跟我配的人没有来，我一人我多难受啊！跟你配的人没有来。啊？您是肿兽场跑出来的？说话怎么那么清新脱俗呢？怎么？这个词用的不是什么叫跟你配的人呢？跟我配戏的人没有来呀。您说这没有棒角的不就完了吗？对，没有棒尖，没有棒尖。棒尖，这是个老流氓啊，这是个，怎么还有棒尖呢？这是不是你说的吗？给棒尖吗？谁说棒尖？棒角的。棒角的啊。对，给您挎刀的啊。对了。哦，没有没有，怎么办呢？得了，这么着吧。嗯，我呀，我也不瞒您，我也不说瞎话，嗯，我也喜欢河北梆子，我也学过两天啊。我跟您来一出怎么样？您带着我。谁呀？您。咱俩来一回。您教教我，行吗？怎么样？不是，那个你跟我说实话啊。啊，说实话什么？鬼故事你会不会？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怎么还有鬼故事呢？咱不河北梆子吗？河北梆子，行，啊、就来一回。您带着我唱，我跟您学习。行，你挑戏。别我挑戏。你挑戏。别我挑戏，您挑戏。我会太多了。哟，您还会太多了。我会一万多出了，对不对？我说一个你不会，说一个你不会，说一个你不会。一万。气性又大，到后台扎马桶里撑死了，赖谁？对不对？我怎么是马桶里撑死的呢？我怎么就不能是淹死的呢？哪有那么大马桶啊？你甭说这个啊你。不是你，不是你有什么戏？你说说，我听听，我哪出我不会？哎，你说，你说，有这么一出戏叫做《说寡妇门前是非多》，你听过吗？哎呦，一个光棍激情的一宿，听过吗？您这俩是一出啊？可以啊。什么叫可以啊？不是您这让我挑戏是吧？啊，那我先跟您这么说啊，我这个我不是什么都能来，您是旦角，嗯，我是唱老生的。老生什么？对，老生啊，老生不行啊，各位，老生不行。老生怎么不行？虽然现在国家让生二胎了，你老生怎么能行呢？你老生，哎呀，总是生一窝一窝的生，跟你配的人受得了吗？不是你明白不明白？我老生孩子讲话吗？我这不是怎么又怀孕了吗？这不是什么叫又怀孕了？你这话说的不是？这他这意思是我是虚生，对，需要的时候再生嘛，对不对？我还分季节，我还得是吧？嗯啊。不是您不明白，就是胡生，胡生也不行啊，胡生的乱生，哎呀，我的天哪！您这84年都干什么了？这是，啊，不行，不是我这么跟您说吧，就是我演的是就是，长胡子的中年男人。那我就明白了。哎，对，好，我是旦角，你是长胡子的男人。哎，对对对，咱们可以配一回。这生蛋的戏，这叫好。什么叫生蛋的戏？好，哦，那来出这个呢？啊，您让我挑哈，你挑，我挑这都得有这个老生，有这个，请先回去坐好，好不好？青衣花旦的，耽误人家看戏啊。咱们来一出，谢谢啊，谢谢你们，谢谢。哎哎，尤其是那个小姑娘，有没有、哎、有没有家长？有没有家长？84一世界警察，您等您等着呢，别乐，我挑出戏，咱来怎么样哈？啊，咱来一出这个。白蛇传，白蛇传，嗯，真会挑戏，会真会挑白蛇传啊！啊，河北梆子有这出戏，有。那我是旦角，您旦角，我来白蛇，没错，你来转，对不对？白蛇转，啊，贪吃蛇，唰，一圈一圈的转，我喜欢。我转一半，我再给自己拧死，我再给。那容易自爆吗？我来转像话吗？啊，不是字面解释，知道吗？啊，我来白蛇吗？您来白蛇不假。那你来法海，怎么样？你来法海，你追我呀，你就追求我。我说你耍流氓，耍那臭流氓。后来你把我摁倒，我就从了你了，好不好？就来这个，我还挺期待。你们枣庄那个团是唱戏的吗？当然是啊。哪有这情节呀？没有这个吗？我不来不了，法海后边得打，水漫金山，咱俩得动手。你都84，我得打死你怎么办？我再，对不对？那你来谁呀、啊？唱前面，您来这个白蛇不假啊、嗯，我来这个许仙。许仙，您让各位瞧一瞧，看一看，怎么呢？有这模样的许仙吗？许仙疯了，许仙吃什么了？许仙过去养大象的，啊？不是，您这什么意思？哦，没这模样许仙，嗯，有这模样白蛇呀？我白呀、啊，最起码。你白那叫白癜风，知道吗？不是有这么多白蛇吗？怎么还有人爱看这个呀？你花多少钱？你看，哎呀呀！行了啊，传出去不好听。这就是一辈子不要脸，我不好听，知道吗？你知道我穿什么色的裤衩吗？哦，你当初挣钱也不容易。不是您等会儿吧您、啊、什么又看什么呢？这又不是您等会儿吧，不能拖，这是相声。废话、啊、废话，不是相扑。真行，你先等会儿。哎，我就问你白蛇传唱不唱？唱不了啊。我凭什么唱不了？你不是带胡子的男人吗？你看哪出戏许仙有胡子？你是不是傻？是不是有毛病？
我这还真赖我，给忘了。丢人！这赖我，赖我。我紧着跟你折，紧着跟你让你来发，还不愿意来了，还给你个机会让你扑倒我。你那是给自己一机会吧？哎呀，不，这不来就不来，咱换一出，咱来一出这个。哎，秦香莲，秦香莲，我的天哪，就这个，不会。不会，你乐什么呀？省得尴尬。你说这老艺术家，我告诉你，我跟你这么说啊，我是业余的，我会的可不多。嗯，我再说一出，啊，会就唱，不会鞠躬下台。好好好，不唱了。好好，行吗？好，咱们来一出这个《风和湾》。好，什么？《风和湾》？鞠躬下台。对对，不会呀，给我过来。不会呀，风和湾，风和湾呢？啊，嗨，我听错了，你听着，我听成风和湾了。哦，他听成，其实您说的是风和湾，我以为是风和湾呢。那咱就唱风和湾吧，是不是？到底谁说错了呢？风和湾，不是你唱不唱吧？唱啊，会，我会。那行啊，因为咱们就两个人，这出戏太大了，那怎么办？咱们掐头去尾。不唱当件儿，别唱了，那就。那到底是唱还是不唱呢？哎呦，这玩意儿还演过歌剧，有条件。就唱当件儿，就唱当件儿。这戏胡，戏胡好。闹窑这一折，闹窑。哎，对了，什么窑？什么？破瓦寒窑。破瓦寒窑。对了，不像老百姓嘴里那个窑子，不是。不是，不是那个啊。不是老百姓嘴里，就是你嘴里的。好，我就是老百姓。对，不能啊。哎呀哎呀，行，您就不怕哪句喘不上来过去？破瓦寒窑。哎，对，主人公呢就两个人，一个薛仁贵，一个柳银环。我来谁？您是旦角 啊，您来这柳银环。你来谁？我来薛仁贵。咱俩什么关系？夫妻两口子。夫妻两口子。我告诉你，姓孙的，我告诉你。怎么了？就这么一会儿啊。干嘛？唱完了你走你的，我走我的。你要赖着我上你们家过日子去，我告诉你，我可不给你生孩子。你生连他带你都掐死，你憋着演出戏，84岁老头赖着我了，干嘛呢？这可不就抬上这一会儿，就这么一会儿，就这一会儿，不能上你们家过日子啊！不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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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啊！真不能啊！真不能，美的你啊，别想啊，老有所依了，改你看吗？行，像话吗？这都那我捯饬一下吧。怎么还捯饬一下呢？区分一下男女吗？因为咱们这没有这个行头，对不对？对对对，我去拿。哦。就是您拿您的这个化妆的东西，也不是这84岁的人唱怎么样啊？你看这两步跑，偷过地雷，这是山东枣庄河北梆台豫剧团，我怎么觉得怎么像个骗子？我，你猜怎么着？您这是什么？我到后台啊，我还喝了口水，也是，84了，少一口是一口了。您这就啊，这就化妆了，好久没戴了。您这不像正经剧团出来的，这什么？这听不见了，你把那耳朵露出来。听不见了。好家伙！哎呀哎呀哎呀，这个脸的这个大呀，跟那削了一半的土豆似的。脸成精了，管着吗？脸成精了，您这我纳了闷儿，咱这个也反正算清唱，流哈喇子似的。不是哥几个笑，好好笑啊！这都是你雇来的似的。那么像。哎哎哎哎行了，这也简单，因为是没有这个行头，没有戏衣，他这区分出男女就可以了。对呀、啊，唱戏的衣服怎么办呢？就没有，就这样就可以了啊，就可以没有，就穿这个。就穿这个了，啊、就穿这个啊。行吧，那西衣就可以不穿，没事啊。行，不穿了啊，都不穿不穿了。你说的不穿了，对，西衣不穿了，断了吗？那我就脱了。你把手冲他那个尖叫，我还不能脱，对对对，对，你把手松开。我没脱，没脱。干嘛呢？脱大褂儿呀？你觉得戴一头巾光着屁股好看吗？远处看以为辛巴呢，
没看过的都不知道。你妹！我说我光着了。废话，你这要脱不脱干净了？这是，咱就穿着大褂唱，知道吗？行啊，行行吧。完了，咱还得说啊，这个锣鼓场面没有，那怎么办？用嘴打，拿嘴学。您上场，我打家伙；我上场，您打家伙，错不了。完了，咱搬一下这桌子。好。分出这个前后台来，行，桌子前面前台，桌子后边后台，这边上场门是这边下场门，好，好不好？来，搬一下桌子，我把这挪开去。来来来，回来，拉过磨是怎么着？那怎么着呢？我干过搬家公司，还真轻盈哎。我没有听懂是怎么意思。让你搬走了。就搁这儿就行了，就搁这儿，搁这儿就行了。那你给我说清楚了吗？这娘们儿好动手，我告诉你。来吧，我还得拿把椅子去。拿把椅子干什么？有用，也是小座儿上。我去拿吧。老师，你这么大的身材，我去拿吧。老师，我去拿，你拿不合适。老师，我去拿吧。我去拿吧。我去吧，拿。光动嘴儿，你不要冲我瞪眼。怎么了？我不跟你生孩子。哎，咱们怎么玩笑都行啊，别提这事儿啊。哦，好好好。提完了我嘛膈应，我心里头。开始，这就开始唱了。咱开始归后台。归后台，好吧。您上场，我打家伙啊。好。嗯，叫吧，叫啊！你过来，怎么着？到底是什么谣？这怎么还让我叫？这不是，我叫不出来。哎呦，这合计，你叫出来也那野猫的味儿，我告诉你，就没有前奏，这怎么？你就别说这个，叫什么呀？叫。你说哪？我说叫板。哟，跟谁叫板？上来！你说你怎么收场？我错了。怎么样？是不是很尿性？我错了。你把我怎样？我错了。你就属于这一自己捡。您就属于一辈子不要脸了。这八四的，这你有，我明白了，叫有点涵养。叫板，叫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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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找棺材呢？你说叫板吗？叫板呢？啊，叫板起唱，板起唱，板起唱。你别这，有一句添一句的，您头一句词儿啊，还有词儿呢，多新鲜呐！什么词儿？丁山儿该来了，从这儿开始唱啊，才知道啊，过去了。这就打这儿唱，知道吗？丁山儿该来了，丁山儿该来了。哎，你过来，你过来，丁山儿，你过来，过来，你快点过来吧。傻娘们喊汉子呢，你看了吗？你刚好啊，那怎么着呢？你得有韵呐。有什么？有韵呐。强人所难呐啊！这有什么难的呀？我有不了韵。你怎么有？大姐，请你好好笑啊！哈哈哈哈！你怀孕了？谁这么怀孕这么乐呀？就是听个相声怀孕了。不是，您得有戏韵。戏韵什么韵？您这句得唱有戏。
那丁山该来了啊！啊，丁山儿哦，该来还了啊！哦哦嫌你啊，臭不要脸！你不是不唱吗？这是。丁山儿哦，该丁山儿哦，丁山儿哦，我干什么？干什么了？讲理不讲理？让各位评评理，我捯饬这么好看，这么直命，你拿的东西挡着我，像话吗？不是，你是不是让狗咬过呀？那是三年前。我说今年犯病吧，我说，您等会儿吧，您这您明都不明白啊？您这句词儿是闷帘倒板。什么叫闷帘倒板？您还没出来，在台帘后边唱的。我这好比就是这门帘子。这门帘子？哎，对了，竹帘子。你管着吗？那你说清楚了吗？闷帘倒板，啊。丁山儿哦，丁山儿，丁山，出来，过来。你看，他生气就没有我生气那么有。废话，我是男的。干什么、啊？干什么、啊？你说干什么？你这扒着我脑袋干嘛？你讲理不讲理？我怎么不讲理？我问你这是什么？这门帘子。我扶点门框。我。你们家门框有肉的呀？你唱你的就完了吧？你说不让扶不就完了吗？不让扶。你生什么气呀？行。丁山。丁山儿哦，该来了。抬抬抬的领抬领领抬，咚里个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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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咚里个隆，咚咚咚里个隆的咚。丁山。龙的洞，回去，回去，回去。前面有扫黄的呀！你为什么歇我？我早该歇你，跑什么？跑什么呀？跑三个月了，干嘛呢？过城门玩呢？那怎么着呢？到这儿唱有你四句词儿呢，该我唱了。废话，四句词儿，什么词儿？什么？你不知道？我忘却了。不是，你怎么能忘了呢？很多年不唱了，我忘却了。我告诉你，你也就赢在岁数上了。我告诉你，真行啊！你听着，第一句啊，我的儿风和湾前去打雁，这现背啊，是怎么着？对，这是第一句。据我所知，第二句跟第一句它不一样。哎，药别断啊！我没吃药。真行啊！天到了这般时分，不见回还。第三句，将身儿来至在窑门以外。第四句，等我的儿回来，好把饭餐。这个餐是就是吃。吃餐一样好，来，你们错不了了吧？丁山儿哦，该来了。抬抬抬的领抬领领抬，咚里个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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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隆，咚里个隆的隆，咚里个隆的咚。我的儿分和我。前去打雁，天到了这般时分，不见回还。哎，
将生儿我做之在，要了门那一里外外外边热，哎热，外边热谁在外边啊？要了门那一外立耳灯，等我的儿他回来。哎呦我的天儿，好吧饭吃，哎哎，餐餐，你不是说吃餐一样吗？那也得餐，依你吃西餐，还吃西餐呢？打家伙啊！莫斯科餐厅，哎，当里个当，哎呀，当里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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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薛仁贵做。你没日子落了你，我累了。你给我过来，站起来！你为什么不断的谢我？废话，废话，早该谢你了。你明白不明白这规矩啊？什么规矩？我这一张嘴你就别拉了。嗯？不对，不对，不对，我错了。那我拉的时候你别张嘴啊。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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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意思，不是这意思。我正拉着呢，你张嘴。别说了，你等我拉完了，你再张嘴。这行了，我这一张嘴唱，你就别拉弦儿了。再说我跟您打手势，让您打住，打住啊！什么手势？打住！这是打住吗？打住啊！我以为让我拉七回呢。喂喂，你活不了了你，你打家伙。妈妈，打！哎呦呵，真快。薛仁贵做事太端那剑大，雕翎剑是万通是命然黄泉大，他的父相儿难得呀见，他的母相儿是泪连连，正催马来与母哇卡，见一大嫂坐要我前摔等立案下了马，见了大嫂立呀等啊先，哎呦差点没死在弦上啊，大嫂请来见礼呀，讨厌，我怎么了？我就讨厌了。阿大嫂，请来见礼呀！讨厌！我怎么那么讨厌呢？我，阿大嫂，请来见哪里？讨厌！你讨厌！哟哟哟！还空手入白刃！你松开！你再歇我试试！废话，我早该歇你了。我这给你见礼，你是干嘛的？肉虫子似的，讨厌！怎么了你？咱俩谁跟肉虫子似的？你怎么了你啊？那我什么词儿？我这给你见礼呢。我说什么？你得说还礼了，还礼了。军爷放着道路不走，失礼者为何？这词儿啊？废话，可不这词儿吗？来来来，真行！阿大嫂，请来见礼啊！啊，还礼了，还礼了。这位军爷放着道路不走，失礼为何你？我他妈是不是迷路了？敢问大嫂，此地什么所在？北京市。谁问你了？你问问是不是北京市？我还不知道北京市呢，戏词儿。我这词儿不粗啊。粗戏呀、啊，戏里的词儿。什么词儿？龙门郡。依你，龙门郡。此庄的北站。好听吗？这句说是还北站啊你？那叫大王庄。我也知道不好听，大王庄。对，大王庄打听人不知大嫂可曾知晓啊？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啊。提起此人，大大的有名。那不知军爷问的是哪一家呢？那刘员外之女，薛仁贵之妻，刘氏胤呐，皇。
哪留影幻梦？真是。他洗澡去了。那就别唱了，那就。请您欣赏相声《歪唱太平歌词》，表演者岳云鹏、孙越。好嘞，好嘞，好嘞，谢谢，谢谢，谢谢。朋友们很热情啊，我们可以感受得到啊。我看有的朋友陆陆续续要去厕所哈，这是允许的啊。对，利尿的演员啊。啊，正在往回走。好嘞，是。刚才这个节目啊，杂学唱，对啊，什么都有。我们后台的中流砥柱赵云霞，哎，还有叫什么吴萧泽是吧？吴萧泽，哎，二位给您说了一段，嗯，下去休息一下。是。又把我们哥俩换上了，还是我们俩？刚才那段节目是唱，是。其实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啊，我也是一个比较喜欢唱的演员。啊，您是好唱，嗯。但是这一段，嗯，没有五环之歌啊，节目是有顺序的啊，不要着急，谢谢。每次演出一上台就是五环，五环，还有大哥，你唱完我就走了。多悲哀，嗯，讨厌。过去我们没有演出经验的时候，一上台，台底下就喊五环五环，然后上台就把五环之歌给唱了。是。第二次上来的时候，发现台底下没有人了，以为结束了呢。各位，我是相声演员啊，哎呦，不是什么歌手。虽然歌手，虽然我唱的还挺好，但是这个说相声是我的专业。是是。您明白就行。哎，当然明白了。嗯。相声啊，不光是唱。是。四门功课，您说说，说、学、逗、唱。对了，四门功课是说，拿说来讲，您说说，得干净利索，这是我们必须的条件。干净，干净什么？干净什么？啊、干净利索，对吧？利索，干净利索、哦。哎，关键是这个嘴里是又是行。好家伙，倒俩这么会儿，关键还得。什么？关键是这个嘴里，嘴里，嗯，哎，作为嘴里，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嘴要说得清楚，讲得明白。是嘞。还有一点，嘴唇呢要好看。为什么呢？薄厚适中。哎呦，像这个嘴唇就不行。这个嘴唇，这个，祖师爷不赏饭，知道吗？哎，像咱这个嘴唇，咱这个嘴唇，上嘴唇一下嘴唇，哎呀，哎呀，完美，尤其是一咬下嘴唇那么迷人，对不对？这都是说相声该干的事儿吗？我们本门的功课啊，嗯，首先什么报菜名啊，基本功，地理图啊，八扇屏啊，绕口令啊，是的，这都归是说。哎，基本功嘛，蹦蹦蹦儿，蹦蹦蹦儿，憋死牛儿，绕口令儿，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素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花野鸡，挂鹌鹑，卤什锦，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银鱼，清蒸哈士马，这是我们基本功。嘿，行，不能忘，那是算坚持下来了。哎、嗯，地理图这辈子不能忘，不论到什么时候、什么时间、多少岁数。哦，张嘴就来，是吗？哎，清河、沙河、昌平县、南口、青龙桥、康庄子、怀来县、沙城、保安、下火岩，不能忘，不能忘。您这不叫忘，您这叫歇一站。不能忘。行了，赶快吧。张嘴，哎，大姐去哪儿？大姐，大姐生气了。我不背了，我不背了，大姐。哦，大姐啊，坐那排的啊、哦，上厕所回来了啊。好嘞，上厕所成功了吗？废话、啊，有这么问的？可以，哦、可以。反正说比较有难度。是的。再有就是学，还学，什么嘴型这是？说相声不是都爱说学吗？没有，我们都说学。上学校。上学校，哎，上学校，哎，嗯、学的东西很多。您说说，包罗万象，是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草坑里蹦的，都归我们学。哎，各地方方言。您怎么样啊？我凑合吧。天上飞的能学吗？天上飞的看飞什么了？哎，天上飞的给我们学一个擦屁股纸。
那玩意儿满天飞的呢，刮大风刮起来了，露天厕所啊，学不了，学不了，太脏了。你看这叫诈骗，各位。我你等会儿，我怎么就诈骗了呢？诈骗，地上跑的。什么呀？土豆能学吗？土豆有自己跑的吗？我踢他呀。哦，那我躺这让你踹我一顿不就完了吗？哎，这都学不了。报仇吗？是吗？学个歌曲、戏曲、小曲、小调。哎。这我们能行，还会学唱，哎，再就是逗，逗在其中，是，只要您各位乐了，就说明我们逗成功了。哦，逗哏嘛，最有难度的就是唱，您说说，刚才说小曲小调，那不是唱吗？是 ，no， 哟，还会英文了，嗯，那不是唱，各位，那是学，那是学，嗯、真正我们本门的功课，相声本门，太平歌词，哎，和莲花落，一共四门啊，嗯，四门是100块钱的话。如果你不会太平歌词，嗯，发工资的时候只给你70多块钱。您听我的，这四门你先别学了，学学数学吧。我学数学100块钱的账没算清楚啊，是不是70多？75啊！哎，对了对了，嗯、你看没少拿75，你看没少领75。合着我这认账头，您太平歌词就不会。这相声本门的都得会。我唱太平歌词唱的是最好的，啊，确实是网上有您这个录音，嗯、啊，网上有您的视频。除了张云雷，我唱的最好，知道吗？那是啊，行，除了我师傅，好吧，除了这俩，啊、我唱的最好。啊，不怂啊！好，那对了，我的专场，对了，我唱的最好。流氓啊，都是惯出来的，嗯，知道吗？有的人根本都没小都没有小过。什么有的人没有谁呀、啊？点名道姓。点名道姓。对。我不敢。别怂。真行。就是你。怎么了？呀，打上台就冲着我来，我知道。啊、对了，就领75，就领75。您，我们就领100。你等会儿，有点，嘿，干嘛呢？沉迷100了是怎么着？哎，咱打小学相声都学过，对呀、啊，各有所长。哎，对了，明白吗？哎，不能说不会呀、啊。你师傅谁呀、啊？我师傅石富宽呀、啊。那么难以启齿吗？我师傅有什么难以启齿的？我问他师傅谁？我师傅是石富宽。那么害羞干什么？谁还我师傅？石富宽也很厉害。对，我师傅不惹事儿，最起码。石富宽也很厉害。我师傅多乖呀、啊。我师傅不乖吗？你师傅这辈子就没有乖过。我师傅在我师娘眼里是最乖的，怎么了？好的。哎呀，这2020年希望更好。他都没有学过太平歌词。谁没学过？首先，唱太平歌词需要专门的乐器啊。对，叫什么？玉子板。可以，算你答上来了。什么叫算我答上来了？有吗？我答上吗？你等会儿，我也不唱，我拿它干嘛？猴神呢？完咧，还完咧还？您怎么您带着玉子板呢？那当然了。那锣怎么不带着？哼，多缺德这人！他知道不是个好饼，这是。当当，怎么样？哦，嘿，一块儿，唱起来特别好听。您等会儿，哎，看，孝子勒砖那是怎么着？就一块儿，啊，两块儿，啊，两块儿。您知道不知道到底？两块儿，哎，哦，这迷茫啊。对了，两块儿，两块儿，哎，还有一块儿，哎，拿出来，噔，来。没错的话还是那块儿吧。你蒙傻小子呢你？你把这块搁桌子上掏一块出来，把迎面骨掏出来算你能耐，我告诉你。啊？哟！您这衣服做肥了吧？愣这么顺过去了，好戏法的位置，没有了，哎，得两块，
对溜。嗯，呵，老爷挽袖子还打起来还得响。废话，掉地上得响，是。哎，为什么叫玉子知道吗？您说说。玉一般都写那个美玉的玉。哦，玉竹，三横一竖一个点儿，哎，一般都写这个玉，其实不是这个玉。那应该是。应该是那个玉。哪个玉？您说说我听听，那字儿您会写吗？今天冬天遇见的遇，不是不是也不是，等会儿我想想，哎，知道了，最早啊，相声演员去宫里头唱这个太平歌词，那会儿没有玉子，知道吗？没有什么乐器，怎么办呢？嗯，拿手拍，要不就拿扇子呀？哎，一板一眼，是或者拿扇子敲桌子，对，就这样唱。过去那个。慈禧太后一瞧，这不行啊，多、哦、多单一啊！有慈禧，哎，上那个院里头，嗯，给他弄俩小竹片、哦、太监就外头拿菜刀，打打打砍竹片，然后磨好了，送过来了。你看这个行吗？太后说：“哎，这个我御赐给你，以后就敲这个，御、哦、赐的御。”哦，对不对？啊，对对对，怎么写啊？您告诉告诉我，偏旁是什么？双立人一个这个双立人那是刀那是真行不懂没有文化行行行行就御赐的行了来来来我听您来了来了嘿嘿嘿来你倒霉模样来了嘿来废话你要听话我至于这样吗哎呦好、哦、这首康复的还行这练了几年这这首也会啊那首不刚康复吗八年行吗那首哎呦那有没有这首好、哎、对那首还告过油了你知道吗哦你来一段啊来一段听听你看瞧这模样这做派昨日里阴天被水寒出了水的好半悬空落下了鱼影子民赤收灵那阴天棒肉疼全会棒鸡鸭好做派嗯打南边来了有一位渔翁是来到了岸边他倒说欢喜欢喜真欢喜歌蹦儿就起哦渔鹰则欢起烟有渔鹰落下了好了啊、太尴尬太尴尬啊你也是怕忘了、啊、我以为啊会找到共鸣没想到太尴尬啊鹬蚌相争这都会鹬蚌相争这是最基本的啊哎刚学的时候都学这一段对最基特别小一个小段哎呦特别小一小段鹬蚌相争、嗯、这样孙老师怎么样今天当着这个广州体育馆二号馆的朋友怎么样啊真细致啊活得真细致我跟你说二号馆朋友的面啊现场得有四五万观众这样你等你等您那数学是不灵四五千不止四五千吧四五千四五千、啊、四五千的朋友啊、嗯、我唱一段我让您猜是哪段好吗名字行了没问题啊你还能猜上来怎么样我从我兜里掏出100块钱给你你说这玩意儿不容易啊见他花钱嗯行那就我说知道你给我100块钱啊啊好吗行好好好行老有这帕金森哎呀真是哎真脆真好听哎有了这么快杭州美景盖世无双西湖岸奇花异草哎那夏
上荷花映满了池塘秋观明月如同碧玺。行了，哎，白蛇传瑞雪。行了，岳老师，岳老师，白蛇传100块。对了，这是一段传统的节目《白蛇传》啊，你先这个故事，你先给钱，大家都知道，掏钱，掏钱。完了，怎么你什么心理账是怎么着？但没拿着，大后台给你钱。那你欠我100块钱啊，说清楚了。行，拜。《白蛇传》这是一段传统的剧目，大家伙都知道这一段啊。你唱，我一唱，大家都跟着唱，说明什么呀？什么呀？给你一个面子，大家知道，你肯定知道，知道吗？因为你是个演员，你不可能不知道，是不是？给你一个面子，啊？哦，怕我不知道丢人。行，谢谢您。第二段你就不知道了。我这100块钱，你欠我100块钱。第二段你就不知道了，对不对？你先把100块钱账结了，不是？是不是第二段你不知道了？不，你花钱了吗？我就不知道。让我说不知道啊，你唱我不知道啊。汉高祖有道坐江山，有军政权量万民，臣戏言万民安。有一位三七新王，名叫汉信，他灭霸了。哎，要走啊！回来，我不光是要走，我都想死，知道吗？废话，你是该死了。我的粉丝都怎么了？对，你的粉丝正义了，怎么了？你们去瞧一瞧好吗？我看人家在台上唱的粉丝。你先等会儿，人家瞧什么呀？人家会人花这钱听你啊？要不要脸呢？这手这么大岁数会抓挠了，你看。瞧瞧你是康复了，我告诉你，就感觉自己非常的过气，你知道吗？您呀，您不光过气，您欠200了。好嘞，对，听这个啊，哎，听这个，宋老师，我没想到您这花钱请我听这个，我又给了你一回面子啊。哦，谢谢，韩信送款都知道啊。好嘞，谢。谢谢。石崇豪富范丹琼，甘罗运造太公卖面，太公卖面祖爷太公，什么？你疯了？哎呦，我天，我别死在今年我。哎呦我的天，你怎么了你？干什么？我这太公卖面我知道。很久没唱了。我这不拦着你，怕你后边忘了。唱一回，你知道嫌你呀、啊？这是哪？这是广州。我没想嫌我，我就想挣钱。300。想挣钱想疯了吧你？要是不臭不要脸。第75强我那个。拿钱。给你2回面子了，不能给我一个面子吗？上台说的好好，都合作10年了，为了300块钱，台上跟我急还。我大声说一句话了吗？你跟让狗咬过似的。你狂犬病犯了？啊？用你提醒。你嚷什么300的？没见过钱吗？是吗？谁像没见过钱的？后边的就别嚷了，自己票价多少钱不知道吗？这都什么人呢？也是，后边有300就做头喽了。您得这么着，岳老师，嚷什么？我根本都听不见，我都。岳老师，哎，你先歇会儿。
我是不是惹事儿了？哎，这么着，这么着，哎，我错了。得鼓起。哎，那个，这么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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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怂了，哎、怂了、哎。错了。哎、后边的也有钱，后边的也很贵啊。哎，这么着，这么着，省得台上能看。你再唱一个，咱赌500，怎么样？万一我不会呢？你还挣200？哎，怎么样？好，怎么样？怎么样？我就说不会就完了啊！哎，对对，好，行。当初是你要分开，分开就分开，现在又要用真爱把我哄回来，爱情不是你想买，想买就能买。让我睁开，让我明白，放手你的。500，来。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抢劫，你瞧了吗？呀呀呀呀！你骂谁呢？还挺敏捷。废话，你叫我，我告诉我倒你身上你起不来，我告诉你，真行你，什么时候学会的？还挺敏捷。你甭废话，这是太平歌词吗？骗钱呢？这玩意儿值500吗？太平歌词，不是说配合好了，这胡唱。左手跟我一起画个龙，右手一起。您来太平歌词行吗？一想到你我就哦呵呵，什么玩意儿？我呵，怎么了你？跟我一起学猫叫。我是谁还猫叫去？那不你死腻歪的学猫叫了？哎，怎么唱太平歌词？你来一个值500的，花这么些钱听你这玩意儿，要不要脸你？不知道自己不红了？行，我再给你唱一段、啊。什么玩意儿？什么鬼？戳我肺管子！哎呦呵，你肺管子长得够靠账的你！我还戳你肺管子，我一肠子掏出来的，我还给你。行，戳我，戳我的，我点你呢，戳我的痛处。哎呦呵，你哪儿不痛？告诉我，不红就是我的痛处，知道吗？听这个啊，真行，你唱一值500的，你看。那庄公闲游出趟，劝人方，800。劝人方，加前面300、800，来大姐。拿完我今儿够了，我回北京了吧？哦，800块钱就能回北京了？那废话，平时就75啊。这10天还拐弯呢。来吧，掏钱吧。哎呀，800，这样不要脸的人我是第一次啊！什么劝人方？什么劝人方？庄公闲游多了，非得劝人方吗？庄公闲游，出档成戏啊。那是传统的，我跟他们不一样啊。你有什么不一样？你就这词儿，你听，咱别为这点钱，咱矫情行吗？我这个好听极了，好听极了，我一会儿急了，我告诉你。庄公闲游，出趟城西，500，拿钱，出趟城南北角，哎，跟你那一样吗？你那是出城西，我们这是出趟城南北角，南北。角，南北能有角？那不是无限就平行了吗？跟你那不一样。瞧见了，他人骑马，我骑驴，500，来。他人骑马，我骑着猪。跟你一样吗？哎，你骑驴，我们骑猪，怎么了？这都是人话吗？那人有骑猪的吗？要不骑马骑牛骑骆驼，有骑猪的吗？不胡唱吗？我骑猪你急什么？你急什么？怎么了？我是不是不冷静了？我就说你的词儿不对。
你给我掰扯这个吧，你给我，我拿钱，我愿意骑什么骑什么，管着吗？不是，您这不，你没听过，听着就完了。瞧见了他人骑马，我骑着猪。往下站，往下站，往这，往下。回头看见一个推小车的汉，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往下。来，扭回头看见一个老太太呀，一样吗？老太太呀是什么东西？老太太后面跟着一个老大爷，跟那样吗？老太太后面跟着一老大爷啊？哦，跟我那是不一样。其实他们两个人不是两口子。废话，走马路就两口子呀？你听着就完了。哎呀，好，您唱。这是个大段啊！您来，我瞧怎么值500这段。老太太说。说什么？大哥，我问你，大石烂怎么走？北京大石烂。呦，说饭就饭。大哥，我问你呢。哦。大哥，你说话呀。说话呀。老大爷说。说什么呀？我不做大哥好多年。我不爱冰冷的窗沿，时光不能倒退，人生不能后悔，我爱你到明天。明儿都不认账了。老太太说。说什么呀？臭流氓。嘿，你看有什么话你说就好了，你唱什么？是您其实也能说，其实哼，您没必要唱。老爷子就走了。老太太一扭头看见了我，哎，听着听咱这手甩腔，看见了我，哎，哦，第一人称的，哎，啊，我、哦，老太太说，说什么？兄弟，兄弟，老太太管你叫兄弟，你怎么骑着猪？你瞧瞧，是人就得问这事儿，唱唱。你是不是跟猪有点什么关系啊？十年了。行啊，可以，略胜一筹啊。彼此。哦，哎，行，这花500我都乐意。哦。哎，可以、哎、啊！往下，来，我听听那大段儿、啊。你怎么骑着猪？又来了，你看，我说。说什么？你管得着吗？这句肯定是跟我说的。我愿意骑什么骑什么。好调。猪哟，不限号。不限号是不限好。不限号。哦，限号哦，没听说猪限号。老太太说。那说什么？好吧。真随和。那么说红绿灯怎么办？呵，真难听这句。我说啊，您就说，别唱了，说吧。那就闯呗，闯红绿灯啊，骑着猪。好，那警察拦着你怎么办？啊，警怎么办？我说。说什么？让猪拱他。咦，好。哎呀，老太太说，真合理，听着啊。老太太说，老太太就没词了，你都把我逗笑了。好，老太太说。说什么？好吧。老太太就是随和。那我问你，喝好点。大石烂怎么走？啊，怎么去？我说。说什么？打车。好，这一语至此啊，或者网上约车啊。行，很快的啊。行，你要不就说吧，别唱了。老太太说，板子累了，谢谢呀哈。老太太打了一辆出租车啊，出租车，他就问那个司机啊，大石烂怎么走？司机说什么？司机说啊，上车。废话，打车问道。不多时，腾云驾雾来得那么快。哎哎，这句像太平歌词了。
你看腾云驾雾来的多么戏剧下了啊，有点太平歌词那意思了啊。吱，这是什么呀？这就是刹车。呀呵，吱，就来到了大栅栏。哦，刹车大栅栏。大栅栏里头有一个广德楼。那咱德云社的园子。相声院子。嗯。那一天正好我在那儿演。哦，还有你。哎，老太太坐在了某一个位置，不多时我就上来了。哦，有你的节目。老太太说：“啊、哎，这不是那个骑猪那个小伙子吗？”哈、哦，好家伙，没猪还不认识你了。高手，好好好，怎么样？打平来，好，承让承让啊，好好好。老太太说：“你怎么在这儿？”爱在哪儿在哪儿。我说：“你管得着吗？”没一句人话。老太太说：“啊，你把猪停哪儿了？”停哪儿了？这猪都僵了，是怎么了？我说：“你还有脸说呢？”随便听，那就是跑了。我们后边有一个圈，咱后台有一猪圈，你瞧了吗？你闭嘴吧，行吗？我们后台有猪圈，我不知道。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没没了，你往上唱，我听听。往上唱，来。我自己都出一身汗。老太太听相声，哈哈笑，是喝了口水，怎么样？尿了泡尿，这尿的当地儿了。老太太尿在裤子上面了，好上岁数了。老太太说，说什么呀？晚了，尿湿了可不完了吗？这回可晚了，晚了，完了。结束的是不是有点突然？老太太尿完裤子就湿了，坐那儿就完了。完了，传统剧目。哦，传统剧目。哎，那请请，岳老师说实话啊，您这段传统的太平歌词没听过？没听过吧？哎，让我觉得有点惊艳了，是不是？词儿写得好，这人物关系也清楚。这真好，真好，真好。人物关系是你清楚？这呀，我没想到，说是吧？就这么好的太平歌词、啊、不过瘾，您再来一遍啊。您再来一遍，我给您500，行吗？好嘞，豁出去。一模一样啊，一模一样。哎，第二天老太太。第二天，你等会儿。晒干了裤子。没有，老太太湿一宿还得，啊，就头一天的事儿，头一天。别急，别急啊，别急。能不急吗？我吃这亏吃的我。壮空闲游出趟城。对，南北角瞧见了他人骑马，我骑着猪，对吧？扭回头看见一个小哥哥，小哥哥，行吗？小哥哥不是小哥哥，跟一个小姐姐，不是小哥哥，老太太，老太太，怎么了？跟刚才不一样了？不一样，不一样就对了。怎么对了？这玩意儿就一次性的，这骗人的。谢谢，谢谢，是。站在这个舞台上不是第一次了，对，第三回了。哎，好几次来到这个天津卫视相声春晚，嗯，特别的高兴，特别的激动。是，其实呢，在这个舞台演出啊，不好演。怎么不好演呀？有难度。您说说。有难度，大家的心态不一样，我们的心态也有变化。哦，互相都有变化。那当然了，嗯、就比如说后边这些观众怎么样？等着笑我的包袱。哦，笑你的包袱。哎，哦，而师兄弟们怎么样？等着笑话我的包袱。憋着瞧你笑话呢，那心态不一样。电视机前的朋友们，等着师兄弟们怎么笑话我的包袱。好家伙，好难啊！是难。我这些年，我的心态也有了一些变化。哦，不光心态吧？看这意思。你说有变化，有变化。嗯、哎，有什么变化？比如说，第一年我来这个舞台演出的时候，嗯、就觉得没事没关系。怎么呢？咱们俩最红啊！哦，咱俩最火呀！是是是，咱俩说什么，大家都应该能够乐，观众爱听，不怕有自信。是是是。第二年坏了，怎么就坏了？我们单位火了一大片。
哦，火了不少人。啊，哟呵，我天都塌了，各位。哇，您这天这么快就塌了？他们不能红啊，他们不能火呀。人家凭什么不能红啊？我刷这个短视频的时候，我看自己的播放量啊，我一搜岳云鹏播放量差不多5000万，可以了。你还可以吧？啊，张某雷。干嘛还张某雷呀？你直接说出来不好吗？我不说。哎，这好，我不想让他再红。张某雷，记字儿啊。点击量1亿，人家多火呀！我天塌了，各位。啊，您这天太低了也。我赶紧啊进粉丝群，让我的粉丝帮我刷短视频，您等会儿播放量。您等会儿，咱们公司规定啊，演员不能进粉丝群。怎么了？你在乎那个？我在乎。你在乎那个？小号啊。哦，还有小号呢？你没有啊？我没有，我没有。哦，小号，让我媳妇儿把我拉进群。怎么还有你媳妇儿呢？我媳妇儿群主啊。改家庭群了，你看了吗？把我拉进群。嗯，在群里。还发语音呢？那当然了，那当然了，生怕人家不知道是他。这文字被截图，到时候一爆，咱多丢人。是是是，那这小号有什么用啊？你发语音，你给我滚啊！一没词儿就这个。亲爱的朋友们，啊，帮我刷刷短视频的播放量好吗？哎呀，爱你们哟！嚯，哎，好了，蹭蹭的往上涨。好，非法竞争这叫。来来来来，说您，粉丝的力量是强大的。是是是是是，接着搜啊，接着搜，我再搜，嘿，某麒麟。这你，郭某林，郭其某，你就是少东家就完了。嗯，哎，某麒麟，嗯，播放量2亿。人家火呀，他那年参加综艺多呀，电视剧也好。不行，我受不了，这都受不了。各位，我的天啊，你的天也塌了啊？您光天塌呀，那地不漏啊？啊，你管人地漏干什么？废话，你这怎么光天塌？不像，你不要提漏这个词儿，好吗？好好好，不要提，不要提，是是疼着了现在。是是是，你也记这个啊。你记记口不好吗？光记字儿干嘛？到哪儿了？母麒麟，母麒麟，对对，那我得进群啊！啊，是又进群？那当然，那当然，哦、那当然。朋友们，帮我刷刷短视频播放量好吗？嗯，爱你们哟。是，没发现没发出去？怎么呢？把我屏蔽了。哦，你媳妇退群了，可能是。可能是，可能是，哦、但没关系，没关系。哎，那年，嗯，我潜心研究相声。啊，努力了，努力了。嗯。大家都火，咱也得努力啊！是是是，那年天津相声春晚，嗯，马克奇上热搜了，记得吗？你努力了，马克奇上热搜了，这叫人话吗？这个 那你努力是马克奇努力了，啊，共同努力，就是您那，就是您那努完了以后，您那作品把马克奇带火了，知道吗？好家伙，行，说不清楚话，这玩意儿。转过年了，又发现，嘿，怎么呢？又火了一大片。是的，这不都火，这多底都火了，就连烧饼都火了。这就连，就连烧饼都火了。您这话说有问题。怎么了？什么叫就连呀？人烧饼凭什么不能火呀？烧饼在我眼里就是个弱智啊。他怎么能红呢？不是，您这话有点损了。他怎么能红呢？你真行。你不说他什么心态？某贺堂，某什么贤，都是某啊，都火了。憋着某人家呢。微博转评赞比我多呀。那人家火，人长得好看的还，转评论比我多，我受得了吗？我的天，又塌了，哦，现在没力气了我。你甭说他，啊，就连我徒弟，你徒弟谁呀？刘晓婷。哎，这怎么没某字啊？你甭管，那是我徒弟。哎，这还真疼自己徒弟。刘晓婷，嗯，微博转评赞比我多，人家火，我受不了啊。哦，徒弟火都不行，不行不行，我天塌了，哎啊、我天塌了，把我另外一个徒弟、哦、某局叫过来。你们上局不说了，他还差点，哦、也分啊。局仔，局仔，你看这个数据，嗯，你师哥转评赞比我多，怎么办？怎么办？我不想活了，宝贝儿，我不想活了。嚯、哦，交代遗嘱了，师傅，小了，不、哦、跟你一模一样，这说话的劲头啊，小了小了，说你什么小了？伤口小着怎么着，长上了，
怎么什么叫师傅就小了？心眼小了。本身你心眼都不大，听这话。心眼小了，我师哥红对你有好处。这有什么好处？你想啊，他赚了钱，将来能孝敬您，对不对？哦。再说了，我师爷那么多徒弟，好几个红的，我师爷沮丧过吗？我师爷难受过吗？没有。我师爷还想办法让其他徒弟都红啊。对呀。这是一个师傅应该干的事儿啊。是。您得想办法让其他徒弟也红啊。哎呀，你看人小菊说这话，你给我死去！哎。我火一个徒弟我都受不了，我火俩我不得死去吗？啊，什么心态呀？啊，不行不行，这些年我的心态逐渐的有了些变化。是越变越坏。不行啊，我得找找原因的，自己你好好找找原因吧。为什么越来越不红了呢？对呀，就你这心态红不了。我的曲线啊，各位，什么？我的曲线。您怎么还有曲线呢？啊，不是那种曲线，就是我红的那个曲线。您什么？你红曲线什么样？我瞧瞧。比如说，从2010年开始啊，我是这样。哦，这平稳。1，1，2。哎呦嚯！1，3。哎呦嚯！爬坡。1，4。哎呦嚯！1，5。呦呦呦！1，6。呦嚯！怎么上去了啊？1，7。哎呦！1，8。嚯！1，9。哎呀呀呀！2，0。嚯！2，1。哎呀！22，这就埋了啊！完了，我曲线是这样的，您这就顶峰一下就完了，能不难过吗？您这找找原因吧。赖谁呀？光分析这个没有用。赖你。怎么？哎，你先等会儿。赖你。我有我什么事儿啊？跟你有特别大的关系。措辞一下还得，也怕我当时翻脸是吧？你捧哏不行。不是，不，您别这么说，这不怎么？你自己认为你自己在德云社捧哏位置排第几？你说你非得问这问题？你快点，就给我在这坐。好久没人笑了，你快点。没人笑跟我什么关系？那行，排第16吧，吉利，行吧。你看，还挺谦虚。要6嘛，要顺嘛。排第16。啊。心态有问题。我16都心态有问题。哎，你捧哏差很多，叫我这些师兄弟当中，你差很多。我怎么了？人家那个捧哏的多棒，人谁高九成。高九成能说会唱，人嗓子好，怎么了？朱鹤松，捧哏巨匠，周九良捧得恰当。哎呦呦，郎和岩怎么样？那就算了，那个算了，像话。郎和岩跟张鹤伦，啊，配合的棒棒，还棒棒，还好。哎、孙悦怎么了？只会养大象。你说多少年这事儿？捧哏很差呀、啊，而且很多作品他都不演呐、啊，各位。我怎么不演啊？他都不演。我怎么不演啊？反气口你演过吗？我演过群的呀，没跟你演。为什么跟我不演？你不像啊，对不对？什么叫我不像啊？你迟钝也不好、啊、你对不对？我特别特别喜欢朱鹤松。你嫁给他。洪阳洞你不会啊，你问我干嘛？你根本就不会。我说演洪阳洞啊，我不会，就是你。你看这不红的原因吗？没关系，没关系。到他这儿没关系了，您看了吗？没关系，这个人台上台下不一样。不是，什么叫不一样啊？台上刚才说自己捧哏第16，啊，对吧？对啊。台下怎么跟我说的？我，你别胡说啊！我台下说什么了？你别，那人民内部矛盾啊！台下跟我说，我说他跟于谦并列第一，第二是石富宽。这是他的话。谦儿哥怎么这个样子？这会儿赖人家了，这他怎么能台上台下不一样？台上是个捧哏的，台下吃瓜群众。我怎么叫吃瓜群众？吃瓜群众，刚才我演了一个包袱啊！嗯，我演了一个包袱。你这哪有包袱？你告诉我，还舔着脸，我演了一个包袱，哪有包袱？我演了，他们都笑了。谁笑了？哪包袱？我听。高九成能说会唱，朱鹤松捧哏巨匠，嗯，周九良捧得恰当，是郎和岩就算了，对不对？哦，这是包袱，对，当然是包袱了。哦，3番4抖啊，哎呦呦呦，很符合逻辑啊。哎呦呵，绝大部分人都笑了，但是这个人跟我说什么？说什么？小月，咱们不应该这么演。你这不亦可乐？你应该这么演。我怎么演？高九成能说会唱，你看我这包袱，朱鹤松捧哏巨匠，周九良捧得恰当，多好。何九华追求漂亮、啊，你应该这么说。我说跟人家追求漂亮有什么关系？他跟我说，你没有吃瓜。不是人家就这点事儿，我就提前宣传宣传。我以为刚才这个包袱能响、
但你使没使想啊？对不对？我真的以为我写的时候特别开心，我以为能想。您说这能红吗？您让各位琢磨琢磨。但是，您在台上捧哏的时候说的挺好的。有一次我们在深圳演出的时候，啊，怎么了？我找他，我们在酒店，我说孙老师，以后捧哏能不能模仿朱鹤松？我学他干嘛呢？我们俩彻夜长谈。对呀、啊，你猜他怎么着？怎么着？他在深圳的酒店里大嘴巴子撤了我一夜。废话，我也一宿没睡啊。就跟我睡了似的，怎么了？你说这干嘛你？你模仿人家不行吗？我凭什么学他呀我？还有一次在郑州，我找他去了，在酒店，我说孙老师，以后捧哏能不能学一下云杰师哥的发型？我干嘛学？他呢？在郑州的酒店里用河南话骂了我一宿。我这叫入乡随俗，知道吗？废话，我有那发量吗我？有一次在重庆，我让他模仿杨九郎的憨憨，还憨憨，哎。杨九郎的憨憨，他在重庆灌了我二斤辣椒，我差一点得痔疮啊！各位，你就跟现在没得似的，真行了你！太讨厌，都赖你！我就是我不缺别人，我不红都赖你！你甭赖我，岳云鹏，嘿，嘿，瞧着我，嘿，瞧着我，我不敢扒拉你，我都。我跟你说，你甭赖我，这么着，咱俩今儿都说这程度了，今儿咱俩就撕破脸说，知道吗？我是有我的不对。对不对？我有我主观意识的问题，但是问题说话说回来了，你之前因为什么火的？你不记得吗？我因为什么火的？你因为什么火？你不记得吗？因为我自己有能力啊。你别跟你没有关系啊。你有什么能力啊？你是因为什么表演方式火的？你不记得吗？我全国人都知道，淳朴。什么淳朴、啊？要不要脸呀、啊？你就是个便宜。真是还淳朴，不要脸，知道吗？你这是靠不要脸火的，你不火的原因现在是站台上要脸了。你瞧这个，站台上我现在是角儿了，我是腕儿了，哎呀，我得收一收，要脸了，不火了，知道吗？你得不要脸。刚才他说完，刚才他那一段，大家伙鼓掌了，你们也认为。我应该不要脸是吗？你应该越便宜越好。便宜，要多便宜多便宜。我应该找回2016年那会儿的状态是吗？2016年的物价。你这个你现在别要脸，你要脸观众就不乐。你努力，跟那个有关系吗？有关系，你就把那劲儿都拿出来，站台上你当，你就火了。我还得重新做心理建设。不用，打开心扉。不用建设，在心里一直藏着呢。是吗？对，建好了。把我原来那个状态，台上骚骚的、贱贱的感觉拿出来是吗？骚骚就算了，贱贱。渐行渐远，把我渐渐那感觉重新拿出来吗？对，大家就能乐了吗？能乐，我就能火了吗？能火，你比他们都强，知道吗？那再试试吧。您来呀，试试吧。这汤就火了，好家伙了，好占你都口脸，是不是？对，您来。我好难受，我接下来要演的这一段。您没事，坚持住，为了火，咱不能撒汤漏水。我不行，我接受不了。您来，您来。出剑啊，剑。我剑，我要重新剑，对，剑，鞠躬，哎，开始啊，好，谢谢，又来到天津春晚的，哎呀，你看好多人，我的天，哎呦呦，好的，哎呀，你看，哎，火不火？好，来来来，继续，他们都给我鼓掌，我的天哪，是，这么神奇吗？哎呀，哎呀，不重要，哎。真好，认清自己，包袱真响啊！对，这是包袱吗？我的妈呀！大家喜欢看这个？继续，好好好，继续之前那个状态。我叫岳云鹏，哎，岳云鹏都不行了。哦，这是我的搭档，是，他叫孙越。嘿，哇，真的能红，好，
我再模仿一下，我原来我最红的时候我转圈那个状态，你来一套，你来一套，哎呀，哎呀，您各位瞧着多好，这个，哎，这样我就能红了，哎，你就能糊了。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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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谢谢，又一次站在这个天津春晚的舞台，好几年了，无比的高兴，嗯，无比的激动。是，那边还有我们师兄弟，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我演出都有师兄弟坐在台底下看啊，对，让我们更加的紧张，是更加紧张。没关系，站在这个舞台上给大家说相声，首先感谢我师父能够给我们提供这个舞台。哎，吃了。再一个，我们要感谢谁？谁呀？叫葵花儿童药。是吗？流感季节家中常备，没有人家冠名，没有这台晚会。是的，虽然我们上台就说了这个广告词，但是我们是打心里感谢人家，没有人家没有整场的晚会。没错，感谢小葵花儿童药。孙老师啊，您最近研究相声了吗？啊，就忙着弄新作品嘛。嗯，您这话问的还挺突然。研究别的了吗？别的都研究研究。现在流行一个词儿啊。什么词儿啊？叫做 CP 感。这都从影视剧里边流出来的。哎，大荧幕很多经典的 CP 感，我说一个影视剧，您马上就能说出里边的角色来。啊，就有 CP 感的角色。对呀。哦，您说说。咱试试啊。比如说霸王别姬。这 CP 感这个啊，张国荣张丰毅，张国荣张丰毅，哎，马上就能说出名字来，是 是说明人家有 CP 感。哎呦，对不对？对对对对对。无间道，哎，梁朝伟刘德华，你看，说明人家有 CP 感。哎，对，对不对？嗯。大话西游，周星驰跟朱茵，哎，说明人家有 CP 感。是是是。鼠胆英雄，佟丽娅和于谦，对吧？哎哎，你回来回来回来。哎，回来，走来挺快，什么意思啊？我什么？不是你不是 CP 感吗？你就说我跟佟丽娅不行吗？能死吗？啊啊！对不起，对不起，我关注点不一样，我可不好哄。哎，这好，叫佟丽娅、岳云鹏，行了吧？不就完了吗 ？CP 感吗？是是是是是。别说影视剧啊，嗯，相声演员怎么呢？他都有这个成名作。啊，作品成名作跟他这个人也有 CP 感。是啊，我说一个成名作，您说出这个人来。表演者啊，您来试试。《夜行记》。哎，侯宝林。你可以啊，不错不错。打我干嘛？逗你玩。马三立。《西征梦》。你师傅的。《五环之歌》。蒋大为。哎哎哎哎哎！您回来，您回来，怎么老走啊你？出来溜一会儿，着急回家了。你想想，你什么意思？干什么？不是，您回来回来，我可不好哄着呢。干什么？啊，这，我天真的以为咱俩是最好的搭档。这不是开玩笑。上台三分钟，您撅我两回了，干什么？我撅得动吗？还撅你两回了？哎呦呦呦呦！哄我！哎呦，今天必须把我哄好了。我可不好哄。必须得让大家说磕到了，这事儿才算拉倒。你说这大过年的招他干嘛？那行，我好好哄哄去啊。嗯，岳老师，我好了。我赶上一大冤种。我哄了吗？我这大冤种，这话我哄了吗就好了。你不用哄我。哎呀！磕到了吗？磕到了！告诉你们，必须得让你们磕到。哎，好好。因为我们俩合作十几年了。是是是。但是啊，这个再好的 CP 感，再有成名作，嗯，它也没有生活中来的那么甜蜜。哦，生活中您指的什么呀？比如说你跟你爱人。哦，夫妻之间。哎，他跟他爱人，嗯，我经常磕到。真的，特别他媳妇儿特别好磕，特别好磕。不要听错了，你拿我媳妇当土地奶奶了是吧？怎么特别好磕呀？
特别好磕。那天我第一次见他媳妇儿的时候啊，他媳妇儿去后台接他。下班吗？我一看，哎呦喂！你怎么了？太美了！是，当时我就磕门上了，眼珠都不带错的吧？特别好磕呀！啊，是是是，大家都知道孙老师啊是北京动物园养大象的，嗨，至今有人不相信，确实是。十多年前养大象的，嗯嗯，他媳妇儿也是北京动物园的，也是、养猪的，养，就是饲料室的，饲料室的，哎、对，哎，喊孙老师不喊亲爱的，那喊我什么呀？也不喊老公，那喊。俗气太俗气，喊孙悦爱称，乐乐乐。我是那猪是吧？甜蜜呀、啊，这是甜蜜吗？这个好听啊，这是开饭了，这是。你喊你媳妇什么？哎，就是微信备注你媳妇怎么备注的？讲给大家听听。备注名啊？啊，就是家里的。这老这老人的都这么说，多么动听。是家里的，家里的。哎，你妈妈的备注是什么？生我的。你爸爸呢？养我的。你师傅呢？教我的。那我呢？已故的。什么叫已故的？不不，您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是说，就是说那个你故的。磕到了吗？磕到了。哎，跟他爱人关系特别的好啊、哦！是是是。可是再好啊，在家一家三口过日子，哦，三口我们家多少还是会有些摩擦。什么摩擦？跟他妈妈哟不太对付。哦，婆媳之间，婆媳之间，嗯，经常会有些吵架呀、小摩擦之类的，难免。前段时间他回到家，嗯，看到沙发两端，这边坐着他妈，那边坐着他媳妇儿，哎呦，各自运着气，哎呦。孙老师回家一瞧，这怎么了？对，这赶紧问怎么回事啊？这婆媳二位，哟，你们怎么了？这是？嗯，他妈喊他，喊我，乐乐乐。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家里就指着我过年呢，是吧？什么意思？这俩都喊乐乐乐，什么意思啊？那你妈喊你什么？你喊我儿子就完了呗。好，乐乐乐干嘛？儿子，过来来。儿子，意思、过来，把你媳妇弄出去。怎么弄出去？我不想看到她。我烦了，你媳妇也说了，乐乐乐，行了，孙悦你过来，我过来，把你妈也弄出去，什么意思？我也不想看见她，我也不想听到她，这不可调和。这个时候孙老师很聪明，我怎么呢？往沙发中间一坐，啊，客厅马上变成两居室。我是隔断墙，我是。怎么了，妈妈？这怎么了？对，为什么呀？怎么还吵上了？这有什么可吵的？孙悦，嗯，按说呀，你们年轻人啊，花点钱很正常。那怎么了？我作为老太太，我管不着。对呀、但你媳妇儿厕所里跳高，她有点过分了，一下买了70多个快递啊，是不是过分了？那可能赶上你媳妇儿也接过来了。妈呀、我们那不是买那么多快递，人家做活动买一发70。这什么商家呀？这是买一发70，宝贝儿，买一发70，这太多了。您倒好，嗯，买一拼图发了70多份，拆得我肩周炎都犯了，孩子，肩周炎都犯了。老太太真勤快。你媳妇也说了，好，妈，这事算我错了，好不好？算我错了，但是您的事儿也办的也不合适吧？我老太太有什么事儿不合适？孙悦，你过来，我得跟你说了，说说，你妈怎么了？恋爱了？这无可厚非啊，因为我父亲故去好些年，老太太，你妈恋爱，按说啊，老年人谈恋爱很正常，你爸死去好些年了，是是是。谈恋爱很正常，做儿女的应该支持。对呀，但是你猜怎么着？怎么着？他相中了楼下卖冰棍的，拿我当古三儿了是吧？啊？怎么卖冰棍儿的呢？孙老师，作为捧哏的，有的包袱你不翻就算了，这比那拍一发七十响。喜欢卖冰棍的怎么着？古三儿像话吗？卖冰棍的怎么了？那古三儿他妈才喜欢卖冰棍的呢，真行了这个。不是卖冰棍的，卖冰棍的怎么了？不很正常吗？但是你妈嘿啊，让人家卖冰棍的大爷怎么呢？更名改姓。你说有没有他这样的？人家家里人不愿意了，堵咱们家门口骂街啊！什么意思？搞你妈只给人鞠躬，鞠了70多个躬啊！
嚯、哦！你妈说我那是鞠躬吗？那是。我拆快递呢。哎，响了，响了。你看，就伏笔，这叫是不是？是是是。哎，这儿响了，我的妈哟！您甭这甭这，我就问一句吧，凭什么让人家搞对象的改跟我们改姓？为什么？对呀、啊，对、啊，改什么姓了？你也接过来了啊？妈，这是您的不对了。对呀、啊，你怎么还让冰棍大爷更名改姓啊？凭什么跟我姓？这不合适吧？对、啊，非得让人改姓孙，不合适啊？不合适啊，孩子。嗯，既然话说到这儿了，妈妈得跟你说实话。什么意思？妈妈啊，怎么了？犯过什么错儿？这是妈妈身上啊身上怎么了？有关于你爸的纹身。不是什么时候纹的身呢？这俩人，你甭管什么时候纹的身，到时候我跟你冰棍大爷过日子。哎呀，我这写着呢，孙红雷，我爱你，不合适啊！您等会儿，不合适、啊。您等会儿，我爸爸是孙红雷，不是雷，不是那个雷，他是雷同的雷。不一样吗？这不哪个？怎么这孙红雷呀？蕾丝边那个雷。蕾丝边、哦、巧了，就叫孙红雷。哦，妈，您什么时候纹的身？我怎么不知道、啊？对，你啊，什么纹？您怎么还纹身呢？这么大岁数不行，还让人家冰棍大爷改，还让人知道了，不合适。怎么了？孙越，我告诉你，怎么了？任何人嘲笑我都没关系。嗯，你不能嘲笑我，我身上纹身纹你爸爸。对，那是我们轰轰烈烈的爱。哎呀，那是我们刻骨铭心的情啊。嗯，你干什么、啊、你还笑话我？呸，滚。我妈够冲的、啊、嘤嘤嘤回屋哭去了。我妈还嘤嘤嘤呢。老萝莉这是。老萝莉都出来了还嘤嘤嘤。你妈回屋哭去了。哭去吧，再看你媳妇，你再哄你媳妇啊。先哄这个。哎呀，你行了，你也别着急了啊。老年人谈恋爱很正常，嗯，但是你发现一个问题没有？什么问题？人家冰棍大爷既然敢跟孩子说这个事儿，说明什么？怎么？说明他心里有咱妈。老头上心了。这是一个小细节。哎呦，哎，我们应该祝福他。嗯，孙悦，是我们，我作为儿女应该祝福，应该支持。对不对？我们把这个房子让给你妈、嗯、和这个冰棍大爷过日子。我们俩去动物园边上租房子住吧，好不好？对，我们住动物园不好、啊，我们住动物园宿舍也行啊。我这没事，你去哄你妈啊、哎！回头让你妈把那个纹身洗了，好吧？你看看，哄老太太吧。推门一瞧，你妈趴在床上，俩腿一蹬，咣！我妈缺氧了，真是。说着话，你妈坐起来了。嗯，是这么回事，孩子。您说说，十年前我跟你爸我们出国旅游，十年前我们路过一个纹身店。哦。我们俩一对视，怎么样？我跟你爸多么有默契啊！啊。我们俩决定疯狂一把。哎呦，进了纹身店，他纹的是我的名字，我纹的是他的名字。那后缀？后缀都是我爱你。你看看这俩人。